彼得威经验总修正韩国天意协两个两坛的路前比，桃园市交通局是倾斜第两坛区总监督韩国五福路后设置的银河街西墙业，本韩国建议航太路的时节的交通控制每周的研究路变化，韩国西贵府也有名的古曲大鹏也好堂的屋曲，本文化喜欢的街路好满奶就堂的多。江镇初期来，石墙人搭配路边花荷塘的韵味，本行路的人四季在风顶的世界，坐在天下来谈感谢乐趣表演的乐曲，本大家没有安静中的心情。本地有音乐好好，怎么说？又较轻松。突然市交通局老两摊爱乐关心乐团合作，打造为人造的石墙人，韩国中正路出墙顶的世界为奉送。田宇轩的经典歌曲《四季风》，韩国五福街出枪灯的时节为奉送钟少俊小说改编的天然路边花主题曲，不但想对四两个两摊采集的文学、音乐、艺术家，每天想来年台湾发手机，摸住日就枪风灯的红路音而生意到啊。透过这个不同方向的一个音乐的变换呢，不仅是缅怀这两位在龙潭镇在地的一个文学艺术家。也可以去提醒在低头去滑手机的一些民众人要注意到耗子的一个变换。我们将音乐也来剪辑成这个描述，让音乐中最精华的主题呈现出来。桃园市交通局讲，目前住在龙潭区中正路五福街后镇外，南北会继续推广到龙潭区工人街小面前、龙潭台区、到龙潭运动公园顺两三搭路口，完成奉送路边花、四季风之外，还有田宇轩创作的《梦春风》、拉哈加山歌、土花开，本民众行到龙潭，坐在谈到龙潭的好声音。哈加新闻罗安塔突然报道。